恭喜成都竞技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，拿下了他们的一个9连胜，哇，首轮全胜，那也是恭喜新阿布梦，第一回合上来就一个4抓。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了成都竞技这边完成了一个3跑，完成一个3比1的一个分数嘛。虽然成都竞技确实是个很强的队伍，只要我们能发挥自己平常的水平，还是有机会赢下他们。然后我们也尽量就是做到一个拉满的一个状态，尽量打得更好。这一波，哎，而且张宝他的嗅觉非常准啊，一刀直接打倒了。那要配合一波直接撞。天哪！看一下这里小铁不敢翻，但是能吸到吗？吸回来。要交球吗？看一下，一刀直接拿到。这里看一下，翻过去，哇！预判闪现一刀。9连胜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接下来我们还会变得更强。天鸟的话前期已经交过了，是的，像我们不着急打到直接打倒了，非常关键，那能补撞一下，但是直接过来撞一波，来撞一波枯草，这一波 OB 还是很关键的。想要复仇吗？那就再来一次吧。